蝴蝶翩翩飞，穿梭在花海。我再给你十块，春暖花又开，缤纷的色彩，花香让人醉，摘朵头上戴。春暖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啊！啊，白菜不要钱，老板是这个吗？好，没有套路，不套路。给你个男的，你装的吗？好。三天三夜恐怕也不够说。一点不要价，来我这里。啊，哎呀，不要。什么颜色的包？黑色的。来，你看看，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打开包，看看里面的钱和东西少了没有。算了，不看了。东西少了，就当给你的小费了。你也在这儿动半天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你钱包里的东西和钱少了，你去打110。我在这儿等你半天，你连声谢谢都没有。不要用自己的恶意去揣测别人。屏幕前的有缘人，如果觉得我说的对，请给我留下一个温暖的小红心，再给我加一个关注，谢谢。哎呀我天！哎呦我的妈！
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撩不动白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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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别提了，我是万万没想到。有病！有病！啊这年轻人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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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河南的美食啊，它就是这么多，给俺三天三夜恐怕也不三二一开始。三风啊吹得我心跳，雨淹淹下的玻璃，望着走过的脚印，要齐聚要比啊想象到水不穿，我自己的愿望不不了，爱上你让我神魂颠倒。哎呦妈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哈哈哈哈哈！数着一行行的泪。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就不会变老？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？绝对不可能！哎呦我的妈！当你的情绪不变，快乐变。